在最后一刻递补进入十二强中华队，最强业余左投王宗豪对上古巴的热身赛第一次在教练团面前登板投球，尽管出现一次保送，也被攻占上得点圈，但安全下庄的表现，洪总看了满意的不得了。很棒啊，这个大家有看到吗？ 虽然是有一次手背的瑕疵哦，那个军修的补位，但是我看那个球是有点误判的，我感觉啊，那个是，但是一二垒刚好测试一下他的心脏，结果顺利通过嘛，就是把那个危机解除了，很好啊，嗯。昨天一开始其实就是很想要表现自己，然后。 第一个也保送嘛，对不对？然后后面想说，哎，好像不能这样子哦，嗯，对。冷静下来是那个林立友回来有跟我讲一下，叫我不要那个就是平常心这样子的。不止场上投得越来越自在，集训后段才加入中华队救火的王宗豪，多亏啊一位好队友带路，才让他越来越融入团队里头。一开始其实真的会有啦。<笑> 对，那个晚上的时候，那个侯敏成爸也有找我聊天这样子，然后聊一聊之后，觉得他们都还蛮不错，他们的对。所以跟教练讲一样，学长都很好的。对，他们都很好，嗯。从一开始的陌生到适应，王宗豪逐渐找回习惯的节奏，身为中华队阵中唯二的左投，随时待命，做好准备，要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YTV 新闻吴俊奎、郑亚芳台中采访报道。